诸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《论语讲记》述而篇第十五章。子曰：患疏食饮水，取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以我如浮云。子曰：患疏食饮水，取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疏，一座疏，蔬菜啊，就是这个疏忽这个疏啊，上面加个草字头啊，那就是蔬菜的蔬。那么有一个解释啊，就是患疏啊，就是蔬菜。一座言字出也啊，那么另外呢一个解释啊，解释作为言啊，就是粗啊，就是粗糙的粗。所以这个疏啊这个字啊，两种解释啊，一个当作蔬菜啊来解释，一个当作粗啊，就是粗细这个粗来解释。吾主张做粗解释。粗啊这个字啊，左边是个米啊，米且生啊，那么右边是且，而且这个且，从米且生啊，就是粗。紫米不是菜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讲啊，那这个糙米呢啊，或者那个米啊，是很粗糙啊，不是很好吃的那个米啊。那么现在的米啊，有那个像台湾有蓬莱米，煮起来啊很好看啊，这个吃起来有黏黏的啊，口感啊很好啊。那么这个据说从日本传到台湾来。那么另外呢一个叫本岛米啊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啊，那个比较长啊，那个没有粘性啊，吃起来啊那个口感就比较粗糙啊，比较没有蓬莱米那么甜那么好吃啊，而且不粘啊。但是这个本岛米啊，就台湾本岛出产这个米啊，这个胃不好的人吃的不胀气啊，那么蓬莱米、糯米，胃不好的人吃的就不好消化、胀气啊。但是那个是比较好吃啊。那么所以这里啊，雪庐老人讲啊，啊这个疏啊当作粗啊，粗米啊，这个不是菜。孔子说：“食粗食，喝水，没有汤；睡觉也没有枕头，取肱而枕之。”这当中有至高的乐趣，在穷上的乐趣。穷有什么乐？今日难讲。的确，在今天呢、啊，讲这个啊，现代人无法体会的啊。穷不是很苦的吗？怎么会有快乐呢？啊，现代人呢、啊、不懂啊。为什么不懂呢？因为没有学圣贤之道，所以就不懂了。学佛多不爱财，也有开佛店的人，财就多多益善了啊。那么真正学佛的人都是不爱钱财啊，有钱财啊也是来了也是要布施。但是也有开佛店的人啊，把这个佛门啊寺院道场当作商店啊，做买卖，那财就多多益善了啊。那这是讲现在人啊，连佛门啊也都不例外了。不懂得穷有穷的快乐啊。那在佛门里面讲啊，佛三日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那是最穷了。物质生活啊已经到最低了啊，但是佛是最快乐的啊。那他那个快乐啊，我们
无法体会。你们做坏事怕因果，或者不做坏事可以不添加祸业，贫有不加祸业的乐，这是浅说而已。啊，就是这一段啊，就是讲做坏事怕有因果，或者不做坏事啊，可以不添加祸业。那就是你不去做坏事，那么这个祸业啊就不会增加了。那么贫有不加祸业的乐啊，这个贫就是啊没有钱，那你就少造业了啊，有了钱就多造业啊，所以贫啊它有不会增加祸业这个快乐啊，就是不会去造业了啊，来增加祸业啊。这个一般讲啊，如果有钱啊，人一富有一享福就迷惑颠倒，就造业了，那祸就增加了啊。那么这个是浅说啊，这是比较浅的解说。又说是养不愧天，虎不做人，这也是浅讲啊，这个讲法也是讲的比较浅啊。若能明心见性，那种乐就大了。心经云：无智亦无德，到究竟处，佛来杀佛，魔来杀魔，一向不利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啊。那明心见性啊，那是自乐了啊，那这个快乐啊啊，那是天上人间所没有的啊，体会不到的，得究竟乐了。乐得了道，乐在穷中啊。那乐什么呢？快乐呢啊，乐得道了啊，成佛了。我们读弥陀经啊，极乐啊，极乐世界 啊能把握往生极乐世界，那那个乐是已经到极处了啊，没有比这个快乐的啊。所以乐得的道，乐在穷中啊，虽然现在贫穷，但是啊，这个快乐就在贫穷当中。北去泸州不能学佛，那是八难之一啊。这个是引用我们佛经讲的四大部洲啊，这个北俱泸州的人啊，福报最大，但是不能学佛，被富贵所迷了。所以42章经佛也讲，富贵学道难啊，那个是八难之一啊，他遭难了，他不能学佛啊，不能了生死出三界，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以我如浮云啊。那么不义不合正义而得到的财富，这个权贵，贵就是地位了，做大官。那么这个孔子讲啊，对于我来讲，好像天上那个浮云一样。那这个这样的富贵啊，像浮云一样啊，那这个也是圣人啊所不追求的啊，不取的，不义的富贵啊，他不会去要的啊。所以富贵若不合正义，不得其道，那是不应该得的啊。若又富又贵，那都不是从正道来，不是从正当的啊这个道啊所得来的。那这个孔子说，那像这样的富贵啊，对于我来看啊，就像浮云一样，天上的浮云。富贵是人之所爱，那世间人哪一个人不想要得到富贵呢？但是不该得的富贵，与我如浮云，与我无关呢。所以这个富贵得来啊，要问问啊，这个合不合正义啊？如果不合正义啊，那这个像浮云一样，与我无关啊，不取这样的富贵啊，义与我们有关啊，那这个合乎正义道义的
那与我们就有关系了。明心见性与了生死有关系啊，这个是讲到义啊，所以一个义，一个不义。那富贵得来呢？啊，是从义得来，还是不义得来？啊，这个关键就在这里。好，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先写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